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雄亮起来，我是婉珍。已经连续举办第七年的高雄市儿童艺术教育节，今年很不一样哦，不仅跟魏武营同乐节结盟，还结合了市府的其他局处，成为南台湾最大的儿童艺术活动。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承办活动的两位校长来跟我们聊聊有哪些活动是大小朋友们在今年的暑假不能错过的。首先来介绍第一位是高雄市福山国小校长李进士。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福山国小校长李进士，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高雄最重要的艺术节活动。好，欢迎李校长。第二位是高雄市弥陀国小校长王彦炎。大家好，我是弥陀国小校长王彦炎。好，欢迎王校长。那我们知道说每年的暑假其实市府教育局都会举办像这样子的儿童艺术教育节的活动，那想要请李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已经连续第七年了嘛，那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会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那活动的主轴是什么，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是的，其实各县市都有相关的艺术活动，但是呢高雄市教育局他希望说应该要有一个特别为孩子打造的活动，它不仅仅是大人可以观赏的，而是能够在深耕到孩子平常的艺术教育的课程当中，所以有这样的发想，所以才从七年前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开始。那我们知道说已经举办第七年了嘛，那历年来的一个成效，举办的一个成效如何，是不是可以李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从第一届到现在，其实在历年来直接参与大概将近都有20,000人之多，那间接参与的可能在透过网络平台分享的大概有100多万人，大概是有这样子。那家长跟孩子都很期待，甚至有外县市的伙伴也都透过脸书都有直接回馈我们这样的一个讯息。是，所以每年举办这样的活动，其实让家长跟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就很期待这个时间，就是教育局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嘛。是的，因为这个活动它除了一个艺术可以看到国外很棒的艺术表演之外，它还有提供一个机会，就让孩子在整年当中他的艺术的一个学习能够有被展现的一个机会。是，所以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可以欣赏国外团体的一个比较国际级的一个表演之外，其实小朋友也可以参与成为一个表演者，让他这一年来的一个学习的成果做一个展现的机会嘛。对的，就是说在这个一年当中，孩子他不管是在视觉、听觉或者是表演方面，他的学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被展现出来。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已经迈入第七年了，那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哦，是不是请就是跟李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今年来的最大好像比较盛大一点。对，今年其实我们整合了第一个是魏武营国家级的一个表演中心，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把整个跨局处有关于艺术方面的活动能够整合在这个七月当中，让大家能够在七月在高雄市各处都能够享受到艺术的氛围。所以它在内容的呈现上跟往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除了往年有相关的那个表演艺术黑箱之外，这个部分我们请了魏武营这边来做一个他本来的同乐节的活动。是，那第二个就是像体育处的部分，他就有提供有关于表演艺术像扯铃方面的活动。是，对，那还有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希望说让全国或是高雄市相关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我们新移民的一些文化，能够在我们高雄市能够被显现并且被展示出来。对，这是我们今年比较大的一个主轴。所以刚刚校长也跟我们分享到，所以今年除了就是跟魏武营的同乐节有做一个结盟之外，那跟其他局处也有一个做一个结合的部分，那其实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是不是跟往年也有不同？对，往年的话大概是1周左右，那今年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跨局处整合，所以我们把它打造成整个七月都在封艺术。是，对，所以我们整个七月呢就是在全高雄市各地或者是各个机构它都能够有这样的艺术氛围，例如说我们那个市总图啊，它在包括它的分馆他可能都有办相关的艺术方面的主题书展，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在各个分馆或者是总馆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主题书展。是，那其实刚刚听李校长这样讲，有扯铃啊，然后又有视图，又有一些艺术的一些展览的部分哦，那其实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大概可以分为几大类。我们第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黑箱剧场的表演，那从黑箱剧场当中我们又延伸出有些剧当然都是非常棒非常抢手的，但是
多数是市区的孩子比较能够参与，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又延伸出了一个所谓的校园巡演。那校园巡演就是说希望把这么棒的剧能够拉到偏乡去，然后让偏乡的孩子直接在附近的学校直接能够享受到这样子一个艺术的熏陶这样子。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我们有透过专业艺术家他们到高雄这边来展演之后，他们会利用这样一个时段，然后开放给那个家长跟老师来做这个方面的一个亲子学习。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七月二号那天有所谓的彩街，那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共襄盛举。那这个部分呢，各校的参与的学生，其实在目前应该在各校都已经把他们的大偶跟人生装扮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到时候它像是一个艺术嘉年华会，会在我们卫武营周边，包括捷运，会做一些彩街跟快闪的活动。另外我们还有所谓的不断电的一个系列活动。什么叫不断电呢？就是说各高雄市各个学校他们有所谓很棒很优质的一些表演团体，那这些团体呢，他们会在这个七月的一些时段当中，会在高雄市某一些角落会出现快闪的活动，包含可能在捷运站或哪些地方。对，那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创客体验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学校方面会把一些很棒的一些学习课程可以实做的操作的，那这个部分会在像七月二号那天就会设摊出来。那欢迎我们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可以带孩子亲自在那边做那个学习体验。对。那其实今年除了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就像同乐节这部分有国外的团体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外，其实教育局这边也其实也邀请了很多在地的一个表演团体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是不是可以请李校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是，我们除了邀请一些像已经例如说外配新移民他到台湾来，可是他又具有这方面的一个专长能力的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在地的，例如说高雄市儿童美术教育协会的一个团队，他可以从很理论方面带入到实际的实务的一个教学经验，让孩子在第一线当中能够直接感受到一个艺术教育的美好跟氛围。那其实在刚刚在谈话当中，就是大概校长也跟我们透露一下，有跟体育处做结合啦，还有跟我们的市总图，那其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局处是不是也有跟参与这样子的这一次的儿童艺术就是儿童乐的部分呢？有，那当然最重头的就是就是高美馆里面的一个，就文化局里面高美馆，那高美馆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儿童美术馆。那其实我们这次也有跟他做一个合作。那除了在那边展览我们孩子一整年来的艺术教育的学习，尤其是偏乡的孩子他们怎么样透过很有限的艺术教育资源能够展现他无限的一个创意这个部分我们在当天那段期间也会做一些展示。那有一些原民的文化学习成果也会在那边展示出来。那另外呢，那个儿美馆那边也有举办一些属于儿童方面的一个艺术来找茬这样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是，那其实就是刚刚听校长说，其实我们的高雄市立儿童图书美术馆是其实是全国唯一的一项专为儿童去设计的一个美术馆了。所以这次的儿童月当中呢，我们也把儿童美术馆的部分拉到这个整个参与这样子整个活动让整个儿童月的呈现的是非常多元然后跟丰富的一个内容。是的。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活动最重要是要宣传，要让大家知道。那我们知道说王校长对于就是在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宣传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承办的一个校长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观众分享一下这次在宣传风格上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因为看到整个那个 DM 的一个呈现是一个好像有丛林然后有嘉年华那种感觉，是不是请王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这一次我们的整个宣传的策略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铺天盖地啊。那因为我们这次定了一个主题叫做风，就像我这衣服上面写的这样风啊，我们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就是风艺术。那么因为我们的主要的场馆啊就是在卫武营这个高雄市的都市之肺上面里面，那所以我们就用丛林探险啊这样子当成我们的主轴。那另外的，因为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不同的族群的这个表演者或者是参与者，甚至家长还有孩子，
那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多元跟多彩，那让新移民的孩子，让我们的在这个我们台湾这边的新住民的这些新台湾之子啊，能够让他有发挥的机会。那所以我们有包含像 DM 海报，还有我们自己拍的 CF， 那么网站的经营，那么网络的社群等等，通通都是把这个整个所有的善意的层面通通都撒下去了，这样子。那这次活动刚刚校长有提到是用铺天盖地的方式嘛？那跟以往的一些宣传的一些策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对，以往的话大概会比仅止于就是说从学校这一端啊去进行。那我们这一次我们通通都细节到了每一个孩子的手上。那举一个例子来讲，每一个孩子都有家庭联络部，对，那每一个家长都会每天看家庭联络部。那时候我们就发展一个所谓的小贴纸，那都把它贴在家庭联络部上面。那孩子回家以后，家长看家庭联络部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讯息。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像手机扫描 QR code 这样子是非常的盛行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宣传品上面，通通你都可以马上扫描。马上看到我们所有的讯息，这样子。所以这是也结合一些科技啊，因为现在人比较说使用手机，然后用 QR code 这样扫描就可以连接到相关的网站，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今年这个月非常丰富的一个资讯哦。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就是王校长也帮着这次的儿童月拍了一个 CF， 就是广告的部分，它非常特别，因为我看到我是有一点为之一亮了，因为他把电音三太子跟我们的国乐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它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部分，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对，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整个的风格就朝向多元跟多彩并存嘛，那所以这次我们 CF 的拍摄啊，就去找了这个孩子们的一些平常的表现的细节，那么我们找到我们有电音三太子是我们高雄市的骄傲，那在地的就是我们的学校的电音三太子的团队，那他们在表演啊，那我们去做采访，那么又想说用一些现场的我们在地的乐团，学校的乐团，各位知道吗，我们200多所国小里面啊，其实几乎每一所学校通通都有这个艺文性的社团，那么我们去找了像中正国小的这个国乐团，那去做采访，结果就发现啊，他们练的歌曲啊，原来孩子们喜欢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这次挑了一个《你是我的花朵》，是那这个电音三太子他们跳的是《你是我的花朵》，而国乐团他们也是演奏的是《你是我的花朵》，那就把它凑在一起看看吧，结果就碰出说很有趣的火花出来。那我们在这个 CF 影片的剪辑里面，其实充分的去呈现了很多孩子练习的细节、准备的细节。其实我们大主题就叫这个，我们其实有四支的 CF。那四支 CF 里面，我们通通都叫做“你准备好了没”，就是为了这个七月份的儿童月。那么到最后用一个混搭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孩子们非常热情、活泼有劲的一面，这样子。那我想要请问王校长，就是要去找寻这些小朋友，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高雄市有那么多的学校，那都有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种团社团，对对，那这些小朋友去做怎么挑选，然后在拍摄当中怎么去跟他们做沟通，因为毕竟小朋友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要怎么去呈现这样整个感觉呢？就在地之变啦，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去呈现到我们有山有海有都会，那么这些区域啊，他们我们去找这些孩子们的艺团，我们大概会首先是先从所谓的我们这次的主题开始去找起，那我们就设定了我们希望找民俗传统的非常在地的，所以就锁定了像电音三太子，这是我们高雄非常有特色的团队，那么就有弥陀国小，那么另外的就是说像国乐方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用本土性的这个音乐性的来表现，这样，那么今年的这个成绩非常好的中正国小，林雅区的中正国小，他们的国乐团，那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们，结果其实这是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拍摄过程了。我们跟这些孩子们拍摄，因为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家居的一面，所以还跟拍到的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去了，就还意外的发现了，就有一些孩子，好多的孩子
表现很杰出，但他们都是新移民的这个家庭，这样也发现他们的父母亲哈，真的非常非常用心的在栽培他们。那我们就又发展一个轴线，跟孩子们的所谓的他的背景。家庭背景有关系，一起来做记录这样子。所以我们在 CF 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有参与这一次儿童月的表演吗？当然都有啊，都有，是。所以如果想要看这一些像中正国小国乐团的一些表演，或是电音三太子也是学生他们去做扮演的部分嘛，都可以在这个儿童月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精彩的演出嘛。好，那我想要请就是李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跟魏武营的。同乐节去做一个结盟哦，那因为魏武营同乐节跟我们的高雄市的儿童艺术教育节，其实是在每一年期待暑假前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两个活动。那这次做的做结合之后，那同乐节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是可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分享的？其实魏武营他除了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静态方面哦，他邀请一些国外非常知名的一些。装置艺术家、例如说他有邀请到了那个就是法国的一个街头艺术家、叫做 Lucky Egg、他是利用那个气球、大家所熟知的气球，然后可能你在日常生活中觉得它是再平凡不过的东西、可是它装置起来之后它是非常迷人的，例如说它可能把一棵树它变成一颗精灵了、类似这样子，那这是静态的部分，那他当然也有一些动态的部分哦，表演。那例如说他在7月15到16呢，他有一个叫做夜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是小孩子应该很熟知的一个绘本。是。那这个故事当中就是叙述一个国王，然后他去找寻全世界最美的声音。那这个剧也非常非常的有张力。那我们也很期待有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魏武营那边去参与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魏武营他在整个七月当中，他还有排，例如说7月17号他有狼来了，还有呢那个7月23、24他也有那个俄罗斯方块，是荷兰的舞者所演出的。那在最后7月30号呢，他还有一个爵士的一个同乐会、所以这个部分是他们是这方面是非常专业，而且能够把国外的一些很知名的表演艺术者给他也揽进来、所以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去共享盛举、那我要想请李校长再跟观众们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整个七月是不是都很丰富，就是不管是在六日啊，或是在一般的就是一般一到五的这样平常日也都有相关的活动呢？对，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整个七月的儿童月它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多元的，那刚刚还有一些部分可能我漏掉了，像我们还有比较学术性的，例如说可以提供给很专业的老师们做研讨的一个艺术论坛。那这个部分都有请一些相关的国内外的学者，针对艺术方面的议题，那做一些研讨。那这个部分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观众朋友，如果老师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也可以去参与。那还有我们在电影馆的部分也有一些短片，有关艺术方面的短片也是非常吸睛的。这个在详情也都可以到官网去看。那另外在我们七月的部分还有一些像像我们在工作坊的部分哈、像我们7月15就有一个天使飞飞的一个专业工作坊、那在我们校园巡演呢，我们也有在7月18还有7月25都各有一些场次，也都欢迎我们比较偏乡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去那边报名，而且是免费的。其实今年的教育局比较的重点是在于偏乡的部分，因为以往在可能只有一周或两周的时间，没有办法说能够深入到我们比较偏乡的地区。那这次把整个活动拉长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其实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机会哦，让偏乡的小孩子也可以去接触到艺术的这个部分，也是今年教育局想要着重的部分，对不对？往年其实就有在琢磨，是那。其实在偏乡其实是我们教育局一直很关注的一个点，那以我们这么多元这么棒的一个艺术活动来讲、其实市区的孩子或家长其实都很热烈，而且也场次都很多都是爆满的、那教育局也是有鉴于说
因为整个大高雄它的幅员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有部分的孩子他是可能来到市区观赏的机会比较少，是，所以教育局在这方面也挹注了一些资源，然后让偏乡的学校能够透过巡演，然后到就近的学校或者是机关团体去做这样一个欣赏，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教育的用心。是，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李校长是参与这样子的儿童艺术教育节的活动，其实已经是第六年了，那是不是可以请李校长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六年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大概参与下来这样心得是看这样子慢慢的成长到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到现在扩大成一个月，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自己参与其中是非常感动的，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说，第一个孩子本身他从自己亲身参与当中，从一个欣赏者有机会变成一个表演者，所以我们让这样子一个活动让孩子有一个展能的平台，是，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这个当中他能够观赏到一个自己跟别人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经验。那第二个就是有机会能够看到更精致的一个艺术表演，是，那透过一个欣赏发现说国外原来有这种很多你可能平常想都没有想到的艺术表演形式，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开到眼界，是，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下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或者家长来讲，甚至对我们学校老师来讲，都是在逐步的成长当中。那我想要请问校长，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孩子他们的就是一些转变啊，可能前几年的小孩子可能他们参与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到现在他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表演者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对于身为教育工作者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最近在那个粉丝团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老师跟孩子陆续把他们的成果PO上来，是。那我觉得最让人家难忘跟心动的就是他的历程。那孩子从刚开始，他可能对这样一个议题或表现方式是陌生的，可是参与其中之后，以我们学校为例啊，我们配合今年的主题，一个城市丛林的艺术冒险嘛，是。那我们希望说他是跟可能丛林有相关，所以我们孩子自己在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出说，那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做结合？那我们学校的幸运公仔就是福山，就是一个球服，一个很爱玩球的蝙蝠侠就对了。那这个幸运的球服呢，他们就是想了一个故事，然后有一些可能歹徒要来抓这个球服，所以每一个孩子就化身为丛林的一个超人，是，可能有蜘蛛超人。啊，也有那个牛魔王超人，是，等等来解救这个球服。那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用了很多的素材，这是平常上课比较无法给孩子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他同整性很高，所以孩子在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他用了很多他的不同的想象力跟才智，所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同的超人，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成就到他自己，我觉得这是让我最心动的地方。好，谢谢李校长分享。那我想要请王校长，对于参与这样子一个儿童月的活动，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其实我们都在为孩子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身为大人啊，其实在这里面也获得很多很多的感动哦。那我们今年，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在桌子前面有这个今年我们要送给中外来宾的小礼物，这小礼物怎么来的呢？那因为我们今年是叫做丛林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嘛，是，那所以啊，我们就从其实从一年前我们上一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筹划，是，那么就开始去收集，就是我们手做的这样纪念品。我们不喜欢去买现成的纪念品，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创作，是，那这个木材是我们台湾的原始的樟木，我们台湾的樟木在校园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在去年台风的时候，哇，台风吹下来好多的这样子的树，我们去把它给捡回来了，然后存放在校园里面，就是为了蓄势待发。今年的艺术节我们派上用场，那么我们就带着孩子去做这样很有趣的一个创作，这样，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大人也学习到，老师学习到，家长有参与到，孩子们更是啊，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跟一个希望，然后做很多的准备，那我们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是展能的，那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才华都是可以洋溢的，美感深植在心中，这是我觉得参与这样子的活动最大的一个喜悦。所以王校长，这是学生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就是要送给外宾的伴手礼。是是，老师跟孩子一起来做的，哦、一起做的。对对对，是是是。所以是在利用去年台风期间被吹倒的一些校园的一些樟木来做一个就是再利用的一个方式。是因为它来自自然嘛，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自然的礼物啊，能够再为我们经过美感的巧手啊。然后再让它散发它的光辉，是这样子。好，谢谢我们，谢谢今天谢谢两位校长来跟我们分享哦。今年的七月呢，其实我们的高雄呢还非常热闹，充满了非常浓浓的艺术氛围哦。那个如果观众呢对于这样以上的一些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风一下的我们的儿童月的一个官网来做查询哦。那以上是今天的高雄亮起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